我呼吁多关注中医，这样的话呢，这个大家可以受益于伟大的中医。朱明院长花费了8年心血，翻译并出版了我国著名的医学经典《黄帝内经》英译本，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在2000年向世界100多个国家出版发行，同时在2000年组建了纯中医服务团队，20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医的发展与传承，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可中医药。